退休以后，我回到我的家乡，发现说我们农园非常适合咖啡的作物来栽种。我们种出来的咖啡来讲的话，品质非常的优越，广受一般的这个饮用者的这个喜好。那我们这边的咖啡品质会显示说，跟一般的这个进口是说中低海拔不一样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耕作的方式的话，都是采用这个友善农法，草的话都是用人工来除草，我们不使用这种杀草剂。然后我们所使用的肥料的话，都是有机肥料。在这个采收方面来讲呢，当然都是由手工来采收。我们受限于坡地。我们整个水源来讲的话，没有很好的一个蓄水的一个装置会来做一个浇灌。我们就是说利用大自然的优势，我们在这个雨季的时候雨量非常充沛，但是因为在这个冬季枯水期的时候的话，海拔高度就会温差大了，它的那个露水非常重。依循大自然的运作，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做一个浇灌的这种情况发生。